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公开课上，徐泽老师有详细实操展示。一、Shopify 选品思维，实用价值就是产品能给客户的解决某一领域的实际问题，给客户带去极高的便利性。比如时下流行的吃鸡神器，情感价值就是能给客户带去或者体现客户的情感需要。比如服饰行业的亲子装和情侣装，利基价值就是巧妙瞄准热卖品类的小众需求市场。趋势价值体现在关注平台热卖型产品和常见的趋势跟卖策略。热点价值体现为单一热点型和综合热点型产品。二、Shopify 选品方法。 Shopify 的选品渠道有速卖通选品、 Google 趋势选品、 YouTube 选品、 Instagram 趋势选品。其中通过速卖通选品，主要是从 top 商品、潜力产品、供应商条件几方面综合考虑选品。 Google 趋势选品主要根据相关关键词搜索趋势来选择产品。 YouTube 选品和 Instagram 选品都是根据关键热门趋势考虑去选品。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竞争对手的售卖方向，也是卖家自己选品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对竞争对手的分析，可通过以下渠道查询 Shopify 网站，或通过服务器 IP 查询竞争对手，通过网站反向查询 IP 热销查询相关的网站链接及站点分析插件。以下给大家推荐几个热门选品网站。三、Shopify 独立站产品开发。徐泽老师分享的 Shopify 独立站选品的相关 tips 和网站可以说非常实用了。卖家在选品时多跑跑徐泽老师推荐的那些网站，说不定就有灵感了。